好，我先下去，怎么样？你要在这里，我先把我那个石头扔掉。你说什么？又是没有打过的，那是谁扔掉啊？我说你下去，那是人，这个是垮区域的，又是全部杀过。然后这个他分析出来，他说他自己跳，哎，你知道我说哪点啊？等等，这个事儿多。 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这幅视频呢，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，请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或者是弹幕支持哦，这对我相当的重要。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